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OZ iShare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制作雪人气球手环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准备三个260气球，分别做雪人的帽子、身体，还有手环的部分。然后可以准备一个160的气球做手，也可以不要做手，就像这个，这个就没有手。然后如果你要围巾的话，可以再准备一个260或160的气球做围巾，或者是也可以不要围巾。那我们现在从它的帽子做起，我们充气大约其实五个左右就够了，然后从上面做到下面，就是帽子的部分。先折一个大约三个指宽的 bubble， 再折一个指宽，连续三个熊耳。然后把这三个熊耳调成平齐的，然后再准备的260这个气球呢，先折它的头，大约三个指宽，身体是三个指宽，然后把这个头先绑在气球的头绑在这里。再跟它的帽子连接之后呢，我们开始来做它的身头和身体。把气往帽子的方向赶，然后我们在做手环的部分，这个气球呢会选择比较暗色系的，因为这样跟白色的雪人会形成对比。你要吹多长呢？基本上呢就把这个后面的尾巴绕一圈，然后你的手或者小朋友的手能穿过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做连续五个或六个的花瓣，大约2-3个指宽的环串。把这尾巴呢绕回去，那就完成了。然后把这刚刚的雪人
绑在这个位置。接下来我们给它画脸。如果你希望做给他做一个手，让他可以 hold 住一些东西，譬如说是一些花或是礼物的盒子呢，那我们就要来做一只手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260气球，先做一个熊，一个，先做一个一个尺宽的 bubble。然后再做一个熊耳，我们在这里要把它打结，然后很牢固的把它固定住。赶到后面，好，在这里再打一个结。这样做一个 bubble。把这个熊耳，好啦，这样我们的雪人气球就完成啦。谢谢大家。